上去拍云海的时候拍完再热身。怎么办？可以吗？好，上去了。就先上去拍照热身，检票。他了，他没有声音呢。没有。嘿啊。没起雾就好。他刚一敲，差点把那个红条条敲起来。感觉是刚摆好的。这一个。怎么有忽快忽慢的感觉？他刚突然变快。没有，好点，等一下。新的话应该要知道。
脚嘛，就是前两个。老大，我想手太短，听不到。你小心呐、啊。前面一点，那就是三条黑线嘛。
要再轻一点吗？一点点啊，我是怕下去了就没那么高。把那个拍带好。现在拍一点，等一下再拍一点，然后这里顺便热个身，再滑下去。好了，我下来热身。有啊，如我预期的血值，湿湿的，很好。香蕉很好。哎，他还有讲一件事情说，说南面因为下过雨，所以他今天就不压雪了，他只有北面的三个道有压雪。这样子。这个没压，现在是南面啊。哦、他没有压。压他没压，这就是昨天湿湿的状态。我觉得他这种选择是对的、欸。我怀疑北面整个都在雾里面，所以猜测错误。拍个照，指路标。这条线就是晚上会开的 Nighter， 说之前也看它亮晶晶。今天就是一直踢到，听到香港了。很多啊，今天从换衣服开始就是一直听到。这么好呢？对啊。一路靠左，应该不可能。照相呢？我要现在照还是等会照？去他们坐的地方，你现在有拍过了吗？还没耶。那我先去第二个拍照点，你先在这里拍。已经拍了。对啊，我拍了。你踩到什么？你踩到什么？我踩到自己的板子吧，然后还撞到手，哎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我们有要踩板子啊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好像踩到我自己的板子，然后滑倒。你看你的板子歪成这样，感觉有受到什么外力？踩了一下，我只是一直想，我要拍照，我要去拍照。好哈。你先不要看。我是往那边去啊，你这边。动一下。浓浓的云海，可惜被树林挡掉一半。我猜在下面快要接到左跟右的那个分界点就可以拍到全部。你看那个人的滑法，他要转之前做的动作，拜天哦！他就是照着教练教的，避免扭腰的要诀，转之前要手往上这样。下来一点就多一点，看起来很大的云海。
好，再下一点，多一点，轮流抢位置。我要下远一点，真的很痛，你手压地上。好，我再下远一点。这样不行吗？我在这里不行吗？你才奇怪，你不是开完了？我才刚开始。你才奇怪，真正好的地方 OK 了、啊、我好了。哎、欸、不要滑错边，我等一下去左边呢。再松一点啊，太阳还出来了呢。你还要再走个五公尺，你才有办法下。走了、啊。看不到，我看不到缆车站，但是我那里看到有缆车在动。这里往下应该只有一个点，就下就对了，往右偏吧。说我们要坐的是哪个缆车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左边那个吧，左边那个才对吧？
是错的就算了。我已经看到就是这个了。是啊。没有啊，我只是想说，我觉得是我想做这个，万一做错就算了。去到对面可能就刚好了，对，这边是南面，对，而且我额头都是汗，然后脖子这样微脖围太热，我是刚刚好，让我偷拍一点，哇，我大概只有脖围一，不然你现在拉链不要拉回去就好了，在拉拉链，你现在就留脖子口就好了，然后他这边一层就好，哇，我整个人这样我会生病，太热了。那个是监视器吗？不是，是，拍，不是，它没有镜头。有啊，我刚刚就看了一个圆圆的东西，想说是不是动物啊？没有，好饿，没看，目前没看到脚印。刚刚没有，刚刚越看越，我们刚才路没有办法往那椅子，我把椅子怎么去的？没有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往下滑，我觉得是就是那个。我的帽嘴巴这个有离他们有点距离嘛、啊，我想要再拉低，我只是怕你刚刚一直说我会产生那个，我就要低一点。要拉就拉两侧的脸啊，不是拉鼻子啊，拉那个眼镜下面。低了，但我这样脸出来好像不对，我平常应该是只要露出这个而已。嗯，我说我空你只要露嘴巴就好。你现在的鼻子在嘴巴上面一点。在嘴唇上面，对啊，它是它的鼻子。鼻对我说，鼻子就在你的人中那，没关系了。真的太热，有现在还好，你就对着前面，有一点点前进风，散热一下。嗯。你刚像那个下来，你是不是就不肯滑？其实也没有很什么叫肯或不肯？你现在回头这一条你肯吗？你说三条黑线，这一下很可能那一条，那个都 OK 啦。这种血脂，这那种黑线假假的，它只是窄而已吧？它没有窄啊！我让你回头看，就是它很宽。我就说这样宽度你可以滑吗？可以啊，重点在于说，这种路才可怕，这种路太窄，然后万一有初学者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我还会不知道怎么办。刹车啊，就是会比较危险。那个你要说那个宽度要多宽这件事情，就是比片长面有多冰有多硬。但是我上次被跟赖美华一起过人家的时候，我被吓到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种要小心。你发生什么事？没有撞到，但是就很窄的地方过，我觉得很可怕。嗯，为了闪人，然后自己闪到快要掉下去了。三洋切，我的鼻子被压到了，竟然因。原来预报阴天就算了，现在太阳还跑出来，真是。不过你要庆幸的是说，今天预报的温度是零度以上。哪有不是零度？零度以上啊。哦。零度以上的话，你出太阳没事，它晒化了一点，但是不会下午就变成冰。哦，太硬。但是零度以下又出太阳，然后零度以下又不够以下。那就看着办了，下午就变硬了。还是零度以上，对啊，预报好像是这样讲的，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啊，今天放心了、啊，今天可能是雪况最好的一天。这样叫最好。对，比冰好就是好了。现在觉得有点凉了，好像要拉起来。还没到北面呢，到北面应该再低一点点。但是我刚真的好热。嗯。偷拉一点。那个叫什么？阿摩卡贝。阿摩卡贝不就是那边的底吗？
就是可以去对面这样。嘿咻，连接 lift 哦。那到底要怎么去？往下滑就到了。往下，因为猫魔咖啡就是对面。这个啦，这个就是。这个就是。好，走吧。都是水，一直滴水。刚那转盘上都是水，然后你就，我就在转盘下面。对啊。不过幸好那个水不是滴在你那边。有啊，滴在我头上啊。你没有看到一撮大泡的，大泡的在你右前方或左前方先滴完了。你要是在那下面，你就觉得被倒水了。所以你算运气好了。刚对啊，这样滑起来不觉得还不错吗？看起来普通，没有说哇闪亮亮亮晶晶。你要看线，线是新的，但是它可以把旧的椅子挂上去啊。哦，你就觉得椅子看起来是旧的。柱子是新的，线是新的，是啊，电线也是新的，椅子是旧的，没错。你不觉得椅子是旧的吗？对啊。那个数字都发黄了，都要褪色了。对啊。但是跟别人买了这个来了，还是把旧的再用拿来？因为我估计各个雪场都是一直在偷偷的缩减它的缆车数量。嗯。那种偷缩减下来，那个椅子一定就是堆在仓库里。很多小脚印。这是吗？是啊，那里啊，两个，然后后面两个直直。那种董丁的那种。很可爱，都在哪里？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仓库里拿出来。嗯。就说椅子太阳。你觉得这是一条合法路吗？我觉得不大像合法，而且你看这种树林，这样子钻出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。就是找个路画出来那种感觉。它可能是联络道切下。啊，我本来想说可以坐下来，不，这不是坐下来，这叫坐回来。我必须要坐回来的。对啊，要坐回来。回来。你可以用走路的。他说他原来没有这个缆车的时候，上面有一条路是15分钟可以走。这什么声音？不，是。是。让我抬头看，不要抬头。滴在面罩上，对，滴在那个，这个只有车子走。有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没有了，管了。好酷哦。嗯。但是你这样看，不觉得阴影，因为觉得天好像是蓝的吗？是啊，我觉得天是蓝。但是预报明明说是。云，还是说预报又错了？其实，然后今天他又改成晴天，因为今天很，我就觉得很安心了，我就没看预报。会滴水的是那个网状的东西，都在滴啊，对，那个网状设计的，我想一下，这是有什么用意啊？维修的时候让人站着的地方吗？要站着的话，应该要平的啊，还是那有点像楼梯型？哎、是楼梯型，是楼梯型，往两边往中间踩。好烦哦！要还有点往下了，
翻过山哦，北面就这样，不是无法滑的雾。你看能见度是四个柱子，但是风景能见度是不行的，所以看不到。要过来滑，看不到 Grand Deco。还是要过来滑，还是那边太长，视线太长。但是能见度四个柱子呢，其实也是滑得到，好不好？那个是远的，你要滑的时候，你要能够看到四个柱子就够远了。我不觉得那边看得到四根柱子。有啊，我隐隐约约看得到雪道，那个是距离的影响。远多，你看，都在画，掉下来。你在地上看起来很恶心，就是掉下去的痕迹。打那个看起来很恶心。密集恐怖症哦，你看这个，因为我小时候做过这个形状，我看到讲过吧，什么？我的手上全部都是洞，然后每一杯满满的血，每一个洞里面都有血，那是什么？我就想说，就是我的手被扎了一堆洞，为什么？梦里面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找一讲，然后把它倒掉，然后血又瞬间装满，所以我有这种梦，我就从以后就很一直很多洞的东西很恶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弄到手上一堆洞，而且不是觉得痛，是觉得倒掉它又装满，倒掉它又装满，恶心死了。嗯、啊，所以我看到很多洞的东西，我都会觉得很恶心。嗯。它一直在晃，晃到晃光。我肩膀上滴了一滴的声音。滴。好像要到了。真的吗？嗯。那这边的话就是下面是集中，那就左中右滑一滑这样，然后就吃午饭了。啊，左滑？不是啦，我是说左中右滑几次不知道，然后黑线应该没开，就滑一滑。这是低，这是低，这样。下次你坐那一侧。下次的话一样，右边是那一侧。好，有啊，是这种脚印，这个比较细长，刚刚一开始看到比较远，比较可爱。这个好好两三组脚印都乱七八糟的。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？你说长条形的、喔，长条形就是上面掉下来的，一条一条掉下来的，没有这种生物。我在想，这是什么？我刚刚就看到了。哦，我没看到，我想好长哦、喔，这是谁的脚那么长？十四根柱子就可以拉出一条新缆线。嗯。你看，小脚印。这脚很小、欸、很可爱，好可爱、啊。我一直以为这种跳法是兔子。哎、欸，最后一阶的下降非常的快速。你说好短，好长跟好短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样子是只有往前滑跟往左滑，往前该不会是黑还是红吧？看起来窄窄的。上车的地方在，上车也要跳。哪里有上车？那边在上车啊，坐回去也要再上车啊。嗯，到处都是水。它有门吗？你说也要票门在哪里？哎呦！好嘞，哎，在干嘛？我的大腿被勾一下。哦，门在那，我看到了。滑这里啊，右边黑，左边黑，都是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黑啊。这边就是这样啊，不是黑就是红，这样。那要滑最右边吗？感觉推得比较近。可是，那你下去坐了车上、啊？也是要走很远，好像这样子先走这边，那等一下坐车就可以滑那边更近。一种偷懒的极致。好，那我。他写滑走注意，那是不是前面有草，因为这里面上半部比较雾，下半部一点都不雾。
上面雾，下面不雾。瘦，右边有草，左边没草。等会要滑的路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啊？这边可以滑，这里有一些草，这边也可以滑。这边看起来超窄的，为什么滑右边？大家都被诱倒了，但是这边的话也被大家磨出土来了。你只要没有滑到网子那边就 OK。那边也有土，所以下这边也不错啊。往右切啊，我往右边切，你要下你先。有一点点，一半没有用好的姿势滑，脚有点酸，那个缆车也没开。好，往前，我觉得那样姿势滑到底了吧，就一直直走。
刚看的啊，这条没开，因为这两个雪道也都没开，这条没开，这条我们旁边的也没开，所以他只开了这一条。哎，他只开了这一条。这是上面。哎，现在他只开了这一条跟最右边这条，其他都没开。这边缆车只开这两个，中间这边这两个也不准滑，雪道也没开，所以最右边只有两道可以再滑一次。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那个缆车。哪个？这个缆车。那边呢？在我们那边呢？右边、啊、那边。刚刚直冲的时候往那边去就是了。所以现在要滑的话是滑这一道，就是我们刚刚没去的那一道。我要做外侧。哦，那你去左边啊。都是什么？滴水啊。现在才十点半。我不管一点，我不管一点。很好啊，这边可能比较不会滴。因为早就滴光了，还在悬着。这边这样还不错啊，它很均匀的这样子斜下来，而且看起来蛮宽的。你看那个人孤独的话，所以大概是两个柱子以后带速度要冲去那边。两个柱子吧。你要冲斜的要冲的。对啊，因为想要去那边啊。哦，你说这就是面向下，顶不住就会坐下的。这个啊，那这个的时候，它为了要转弯，最后就会变这样啊。那这样子顶不住的话，就会手扶地上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坐下。我说的是这样啊。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反过来滑。它不会，它会躲掉。它会一下啦，这样子以后马上就下一弯。它会这样，但是它不会这样滑很远。是，真撑不住。那跟我觉得我左右脚步很可能是一样，我有一点踩得很小。我可能如果让我实时前进，可能会。对，我们都有这种毛病。这样。对对对对。不过没差，其实就是维持着自己舒服的，渐渐的把重心练对，把勇气变大，大概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。那你帮我看一下我头有没有往前？我有在努力头往前。有脚脚。而且有爪，它有那个肉垫呢。哪里啊？它那个爪里面还有它那个球球，那个爪。有，我有看到。好热。以前会觉得说帅，现在知道这就是一种勉强。就是说，转过来之后，这边不是会卡卡卡三下吗？跳已经很冷了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卡卡卡三下。就是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他们不是斜切，而是正着下来咔咔咔咔咔咔？那不就跟我们就是一直侧降，对，然后不往前走呢？这样就不用看前面。对啊，但是实际啊，会造成咔咔咔的原因就是因为一直横着。其实就没有横走，我们带来正面向下滑呀。没有，就正常滑就好，也没有什么正面向下、啊，就是过弯滑，就是只动脚啊。你知道我刚回头看你，你整个就是向着这样，向要往这边就向这边，你不是往下的。哦，你说正身体正面朝下。对，我回头看你，你是这样斜。因为我没有要求啊。嗯，所以我就是跟你说，那我们来正面向下滑、啊，不要怕。正面向下、哦，因为那样比较要用力，我就先用舒服的滑法就。最后一天了吗？还有下午啊，还有下午啊。我面向侧面的话，主要我就是用钢鞭，用直直走滑行法。对啊，我就看到你就是。对啊，因为我这样子完全不费力啊，我就。其实今天如果是用类似小转的滑法的话，会很累。会很累啊。
因为那个摩擦力是不均匀的，所以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做平衡的动作，就是大小腿都会很用力。我试试看，对，就正面向下，然后转角就好了。对，会很累，会很累。我试试看，然后我就摔倒在地上，刚都已经摔倒了，可恶。你那个是没踩在雪板上，自己。喂，这一个看他的姿势，他就是正面朝下，而且他刚刚中间有一点跳起来，是地不平要这样啊？对啊，但是他也不是故意要跳。对，我是说就地不平，然后他会跳一下。对啊，被顶上来了。这是老师吗？还是这个有一点点快像那个人一样成型的，他有努力，但是你看得出来有一点差，因为他的脚比较快。对不起啊。对。脚合起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脚合起来就表示你的重心对了。我值得在脚合起来，我都觉得我快翻车了。而且你看我有带护膝，我的脚是这样，是我的极限了，因为我的这样就是合起来了。但是就很就是大腿要很用力才能把两只脚并紧。我天生脚就合不起来的人啊。哦，你就是我，你是说八转成直是要用力的？对啊。我也是啊，你看我现在也是八，全身放松。舒服一点，那刚又好热了，受不了。嗯，这边是没滴水了。哦。等一下，老二坐回去也不会滴，因为刚已经滴光了。对啊。嗯，你有信息。滴滴嘎。嗯，好，今天是可以练习跟录影的一天。这个是你看他的花，他的重心很惬意。他刚刚有又用左脚前面，又用右脚前面，有他转来转去，咖啡土黄色，没有在那之前，在这比较平的地方，他有转个几下。没看过他转过来。嗯。看这个中心，这样比较看不出来肉垫。啊？它的那个圆底下还会有那个小肉垫的，像狗狗或猫咪的那个肉。嗯，脚印。你说为什么很悠闲，不一样那么悠闲？我好像有点匆忙，一个节奏。喂，一个人带四个。这样子下来，我就是很吓人啊！一下又往南飞，这很不冷淡。绿的在哪里？我会有绿的。这边几乎都是红跟黑啊。但是在松雪的时候，应该就难度就觉得会有点降低啦。你说什么？他来下东西都来不及了，那我直接点赞了。什么点赞？我刚刚点赞，你没有看到吗？然后我说摄影是挺的，所以可以。但到现在都来不及了。我说还看吗？
这是一种越来越陡的一种设计。怎样？我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没有啊。你说什么？对啊，我抬起来再转一下，这样。啊？啊，滑得很累，全身冒汗。对啊，你先下。来不及了，我再继续抓你就太也是。
啊？哎，开两个嘞，开两个嘞，原来我以为只有开一个。那你要哪一个？先那个好了。走。有够远的，恶魔猫，恶魔猫，我要过，没错，就是现在这样。我没有掉到椅子外，但是头被那个棒棒撞了一下。那你就是在外面啊。头被棒棒撞了一下。那就是你人太太外面啊，棒子离我那么远，会不会？然后那个左脚，因为地面太高了，左脚这样子。好热，还是热的。上面雾雾的。怎么办？对呀。我现在全身积的是那个，但是这边的话，我记得都是的红线、蓝线，所以就不会那么热了。是吗？为什么我现在看觉得右边是很奇怪的东西？怎么有一堆像洞的东西？对啊，这不能滑吗？都没有人啊，不能滑。他们在整理 park。哎呦哎呦，要掉要掉！好热哦，被我们家掉。哎，这个就只到这儿了。啊？很短哦，做错了。也没做错啊，那左边这个就是红线而已啊。可以量一下，刚好全部，也不是全部，这就是飞起来的。Park， 那我们要滑下来吗？要从这滑下来？这里没开啊，没开吗？现在正在整治中，这右边一定围起来的。哦，这是为了下个六日做，现在先修一修。还有一台怪手停在那，怎么可以开？所以你看它很偷懒，左边那个就没挂了。像我的那个眼镜快要雾掉了。嗯，因为我的头都是汗，全部都是汗。等一下滑个轻松的吧，这样子滑到另外一个缆车站。好白痴哦，我把汗往里面吐。但戴口罩太丑了，我不想戴口罩。我就这样戴，超丑的啊！散热很好，我随时可以调节。太冷就把面罩往上拉，要太热又要起雾，就把面罩拉开。独到的调整方法。今天头发应该电得很厉害。嗯。不行，我头发会鞋垫都湿。然后下午滑南面也都是绿或红。所以下午就是录影练习日，录影加练习日，除非很衰，天气预报不准。他如果写很平，我应该就可以直得下来；但他太不平，我才是抖乱七八糟。你说直的時候？你都没有看我滑哈？没有啊，我自己在那边慢慢下。那我在等你，我就在看你啊。啊，你会不会看我一下？因为我在你后面啊。对啊，你不能看着我下去吗？讲不出来。我说你先下，我就要接着下，我赶不上啊。你觉得他礼拜六日要用今天礼拜一会整理吗？应该说，你看雪场地图，他就是说这边关闭中。那我也只是预测说他可能六日会开。那我也很难讲话，六日会不会一定开？
但是你看它旁边的 LED 灯，那是 LED 灯吗？它后面接的管子，哦，那是电气管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边是液化气。嗯。它应该开个矮的，就当液化气这样。最心疼是刚买就在把那个吸液管给我掉地上，淘气的。我估计这是三年买一户。好不环保，因为最先坏的一定是那个压压海绵啊，那是要怎么办？那我蛮喜欢我这副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天气不好跟天气好都可以用。嗯，你那太亮了，你那好丑，你那眼睛都被看光了，丑死！我的是粉红色还是什么？我随便。我的暗，我那时候就说叫的不行，这太暗，我都看不清楚。啊，现在这个是亮跟暗都可以，所以我觉得我是选了个最亮的。太亮，那你很亮的时候怎么办？大晴天没有很亮的时候，这还是很有用啊。但是我觉得都被人家看到眼睛好丑，太丑了，太丑了。我不行，你都不在乎很丑吗？对我，你看我这实用主义也不在乎丑。但是我是说太亮的时候行吗？这样行的啊，行的。很刺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可以偷看太阳，应该行吗？应该是不行。对啊，我的还可以偷看太阳，用不到。那个好可怕啊！这个回头我会是一个桶，吓死我了。哪里？那一团咖啡色的，吓我一跳。人头掉地上，是这样？没有，是一个形体，不是只有头。有个人盯着你看吗？对对对，好可怕。这右边，我看不到你走右边。围起来了、啊，围起来了。有吗？哦，围起。围起来了。它应该那边可以斜下去，不过看来坡度也蛮大的。下来就只能滑左边。上半部你看有一种雪厚厚的感觉。没有人可以去。对啊，因为这边缆车都下了。那个小风向球，孤独的旋转。那是从右边转下来的、喔。我在想说，往左边我就可以滑一点点啊。哦，它太高了。对啊，没办法，要从右边下。恶魔一、恶魔二、恶魔三，他们都没有准备救人的打算。什么救人？哦，他在卡普妹，还在做走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觉得这样滑的蛮舒服的，要再滑一次吗？隔壁的话是会去哪？可能会是去另外一条蓝溪啊，还是去新的？我觉得隔壁可能也会蛮轻松的。这次我连屁股都崴出去了。我说的崴了，我跟他第三个可能对准。有可能。我觉得我已经对准了，但是我也说我要半边屁股悬空，我就会说嗯，我出去了。但是刚刚是我屁股都做得很好，只是头撞到，所以我就说嗯，我这不算出去。啊，我懂了，应该这哪天不要就算坐缆车摔在地，人家还要为了你按暂停。那按暂停就按暂停了。这一条是滑起来舒服，那这个我猜通左边应该是直下来的绿线吧，是更舒服，非得练点什么。我刚刚就是真的正面都朝下啊，就因为它很平啊。对啊，也没有怕我冲很快吗？有啊，我就在你旁边啊。你在我旁边？我在你隔壁啊，感觉得出来你在后面啊。敢啊，但是我想要享受一下，所以我就滑我的，哦、我就大我。我现在是，但是我刚脚完全没有酸。对，这种根本就脚不会酸。对啊。啊？还是这条拉的是走这条路？刚没看到，现在躲在树后面。对啊，总之就是绿线的，对了。我刚刚就是感觉自己的身体的重心跟脚可以踩多重这件事，以前我就会这样做了，但是以前我只顾说。该踩的那只脚要踩多重，我没有去顾说我踩的那只脚啊，小腿是偏哪个角度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踩的那只脚啊，如果重心也不前不后的话，甚至于我可以控制的话，我应该踩的那只脚我还有办法说我身体往前一点压住鞋舌，那现在我有余力，我根本就可以感觉这件事，我就在那边调，压住鞋舌那个重心感觉又更稳了。我是蹲低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压住鞋舌。你可以自己感觉看看。你现在把前面的脚板往上顶，你前面小腿有被压的那个感觉，对，是那个感觉。对啊，这个人刚刚有做一个摸底，你看他的轨迹在那。好深他的咖啡，就是这种斜度做到这样啊，这个也有咖啡呢。嗯嗯嗯，对啊，漂亮。你看他的过，你看他的弯，他虽然有些微的甩，但是重点不在于是不准甩，而是在于说他转的，刚边转的那一瞬间啊。是这样转过来，顺顺的转过来，还是这样，然后又转了一下，又附带一个那个转，那样子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是没练好的一种迹象。
样子不顺，到底是他自己不顺，还是我觉得是？你是说叉叉叉？我觉得是他的问题，因为选民就很皮。你说叉叉叉的声音吗？这就是他的一边是没有声音的，然后一边叉叉叉。对，一边是滑行，另外一边是刹车。对哦，所以他不顺，对不对？他一边练顺了，一边没练顺。这边选民就很皮，他不应该有这种声音的。但是如果从头到尾都用刹车滑法的话，你从头到尾都会听到这个声音，叉叉叉。应该要很安静哦。现在是失血，所以会有一点点明显这件事情，听声音感觉出来。那是，刚刚虽然是轻松啊，实际上我也可以用两种滑法。一开始我打会摸鱼的，我是用滑行。侧滑行的滑法，就是因为这个刹车就这么混下来了。因为如果单用钢边滑的话，要出更多的力。我还是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钢边滑。我想学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弄在那个，因为我每次回头看，我的轨迹都超浅的、啊。因为那样比较省力啊，人会不自觉就想用那个方法滑。越钢边滑就是越单脚滑。你说只有主要的那只脚在转、啊？对。那另外一只脚在干嘛？啊？另外一只脚没事干啊。没事干，我说他在干嘛？你可以悬空啊。悬空是要偷抬起一只脚？是没有到那么夸张啦，应该是说，你的雪板要跟你的前进方向一样。所以要往左转的时候，好，我举个例子，是左边的。我们要左转的时候用的是右脚啊，所以是右脚的内侧钢边吗？那就是左边的钢边啊，左转用左边钢边，右转用右边钢边，没错啊。但是好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现在我直往下冲，然后我们现在身体已经自然而然的会踩对脚了，然后弯会往这边弯了。但是往这边弯的时候，你的雪板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余力控制说我要转多大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潜意识，我们一转就转很大。身体往这边走，雪板往这边，所以就斜着这样子刺岔出去。这样就是摩擦滑雪。但是呢，如果转弯是顺顺的，我会转，但是我先慢慢转，渐渐的把你的身体的速度勾过去。那就是钢边滑过去，哦，就我没有办法理解。所以这是大弯，只有大弯才做得出来吗？小转理论上也可行的，可以做得出来，但是你要有更多的控制力，重心调整要调很多的。没有开哈。对，那就是上面没开的黑。但是它很要也很好啊。左边可以滑一道，右边可以滑一道。啊，你说下雪什么？我们要到稍微平一点的地方，我可以滑两种差别给你看。或者这里到那个人蹲的地方，我可以滑可以看。但是我要往前推，这样有点累。我们先滑右边这道，然后等一下下车能冲多远就冲多远，再滑左边。先往右边看，其实是往右滑吧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直接选往右滑的话，是比较陡的滑法。但是，等我一下，我闹钟响吗？嗯哼，应该是闹钟响，什么事？危险！等我一下，我改一下闹钟时间。你知道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所以就是我们两个红线逛完，刚好可以吃饭。那不就下两下而已，太短了。说12点。你看我这样子好了。例如说，我们现在下去，我们一开始的速度就是往下嘛。往下以后要往左边，
如果我现在是下去，然后这样子呼呼呼，我只有一个弯，然后到那么远的地方，我是用钢鞭滑。但是如果我是下去，只稍微往左边一点点，我就可以往右转了。这样子我就在侧滑。对啊，你要我先示范钢鞭滑还是钢鞭滑？那我会滑到那边去。一定要这么长吗？也不一定啊，但是我要看我的控制力有多大。要是我控制重心摆不对的话，我就要很远才停得下来，而且那边是低坡，搞不好我会勾回到那边去。那你要在这里试试。因为你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就决定要慢下来了，所以你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就决定把板弄到那么平了。你就是这里往那边就很平了啊，这里应该你就做得到。这样出发往那边，你就有办法钢鞭了。这里往右很简单啊，怎么说呢？那现在的你应该有办法一个弯到我右边或左边吧？这你做得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因为我们学会刹车了，所以你看我们有办法，身体移动方向是这样，板子却朝右，这就叫侧滑。但是就是反过来，就是不要侧滑，就是钢鞭就对了啦。啊，要怎么弄？你教我，我都听不懂。我真的不知道板子要怎么变斜的。什么叫变斜的？哦。你执着于这样子哦、喔，没有，先不要管你有没有翘这件事情，这件事自然而然就会。现在要先管的是，你板子是往这边还是往这边？所谓的钢鞭滑行，就是说你身体往哪边移动，板子的方向就是你移动的方向。好啊，先我觉得这里就要拍一张。那里怎么有个湖勒？啊，那是会员湖吗？那个是会员湖吗？而且现在还看不到 Grand Deco 吧？还是在树的后面就是 Grand Deco？ 有个湖哎、欸。所以原来你是执着于那个翘钢鞭这件事哦、喔，不是啦，不是，是板的方向。等会，四张还有消失，完蛋了，他不知道。什么事？等我一下哦。嗯哼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听不懂。那你教我东西，我。
常常溜的。好啦，总之这里凹凹凸凸的不适合示范，所以我们先往下滑吧。好啊，可以再拍啊。在树的方向，树的后面，右边的树的后面。嗯，好，去到那两个教学的地方再开始看，两个人面对面讲话的地方。哦，这里很平了，这里就可以刚边滑行啊。我们一开始自己朝下一点也都不怕嘛。嗯、重点是在于速度开始变快，要往右的时候、嗯，那个时候你怎么把板往右转，微微往右转就好了。然后重心尽量靠踩的那一只脚。然后。转板行吗？要转，但是不要转超过。什么叫不要转超过？就有点，你想想看，就是你在雪地驾车的时候，嗯、你稍微转右转是 OK 的、嗯，你突然转方向盘的话，车子是不是就侧滑了？嗯，所以你要转，你只能用身体感觉说，还顺着轨道，不要速度不能转太急就对了。嗯，而且这里这么平，你应该有办法啊。其实就是那种，一个弯的练习而已啊，一个弯。哎，你这样子就行。等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就是侧着啊。因为你一转的时候，你一往下要转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转到这里啊。对，你要慢慢的转。好，我先示范急急的转。就是有人哦，急急的转很好示范，你看这样。好，啊，慢慢的转的话，你一转，马上就转到这样子了、啊。是，你看啊、哦，板子是这样，然后你刚刚是这样。我转太快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马上，不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回头看。这个比较是，但是下一个就不是了。慢，太快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先偷转啊，这一道是你的，就偷转了。你已经习惯了，因为这个就是你的控速法宝，所以你身体不自觉就用这招了。啊，这里这么平，其实不用。直朝下，慢慢转，对，还是有点滑行，对，但是我是先告诉你说，转的速度是这样，那接着第二个才是，你知道
转的速度是这样，接下来才是要做这件事。对，所以你会有人，我觉得这很危险。是还好，你先不要管翘起来，你先管转的速度。你有转的比较慢，对，转的比较，因为对你来讲，一开始说翘这个，我觉得太快了。你要修的第一件事情是转的速度是慢的，在这种平地，你慢慢转弯做大，你用半个雪道，先做这件事，先不要求钢边。还好啦，这些不行的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不行啊，就要走了，他们会在原地趴着，直直走就对了，他们跟不上的。可以练啊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你只有我刚看你的 pose 啊，你只有最后刹车的时候比较侧滑，但是你刚的轨道比较接近钢边滑的那种轨道，就是那样而已啊。好啦，走吧，这是滑另外一边下去，对，坐这个车。这样也是钢边滑，这个脚是钢边滑，有有有有有，你看你切的那条线，啊？看不住，我脚没力气。对啊。要冲了，错的，我原来教你的是小转的个侧滑，那个是用来刹车跟提供控制力的重要方法。是我出去还是你出去？我这是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这次有看这椅子。我没有看椅子，我看地上。所以先，你原来的方法不能说错啊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也不能说哦，那些滑雪板的只会那样子咔咔咔下来是错的，不能这样讲。先程序嘛，应该是说滑雪重点就是要有控制力嘛，然后控制力的最强极致就是刹车嘛，先学刹车，无论何时何事的地都是对的。但是钢边滑行是一种求快的控制力，但是我就觉得我用不到啊，我是说我没有办法利用它。钢边就我自己目前会的部分的感觉，
刚边滑行。有飞起来，飞起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他呜呼一声，很可怕。头朝前。很可怕，很可怕。这个是 OK 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安全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会摔倒。还会摔倒？会摔倒啊！他那。应该是应该摔了，侧过去以后就往后坐，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凸面，这个人看他后面没有，他有减速，他有减速。Defense 是会跳管子的，好可怕。就你可以看，你观察过 Park 的人啊。一种是加速不刹车就过了，另外一种是加速，结果到前面又先刹车才过。有刹车，冲的很好。那就是两种不同的差别。像是春天一样。又或者，好恐怖！那板子就刮了吗？对啊，而且那种东西一定是硬的。他看到这个就，就觉得要撞柱子。哎呦，好，我看这一个菊花纹的衣服，他刚摸底。他在试钢边吗？没有，他走了。好，再观察下一个。下车往前冲。哦，去滑另外一边。嗯，要推很远，另外一边又更平一点。啊？对啊。还好，来了这边雾也不见。其实，在上面呢、啊，现在不知道消了没？有在更上面要拉上去才看得到。所以我觉得。我觉得这边北面就不觉得不适合接，一下车他们就要下车。但是有人北面是住下面的、啊，住下面的那个，他就只坐下面的那种红线、绿线缆车就好了，他不会跑去坐那个，那个距离旅馆也很远。那个这票民就可以拿那北面东西，可以都要愿意去。一开始今年是第一季啊。他大概也觉得这样不行吧？你说只有一点吗？这样赚不到大的钱。什么叫大的钱？因为我不就说了吗？南面北面的特色，南面的特色就是交通方便，不用像北边这边你要转，还要绕过五色沼。我还没有看到温哥华，难道那边吗？真的没有？那个方向、啊，类似那个方向，再往左边一点，再往左边一点，对，那块白白的看起来像是未开的雪道，都是草。或者说，回想到我们最前面的坚持一只脚的那个课程，一只脚你到底一个弯你速度可以拉到多快？不太行，我记不起。那个就是要能够撑到一种，你能忍受到时速30。我不会害怕。也不害怕，你这样才会是有办法滑。
你要是没办法等到那个，你可能在15、20的时候，身体会自动的去保护你，就先把板子转走，让你慢下来了。对，差别是这个。哇，其实如果那个两边很好开，就左右两边都很好。所以好像真的上面的雾散掉，还是有更高的地方。那里，那里，那里，那里还有雾。哦，紫紫冲，前面也没有一堆人。对啊，刚刚就一堆人挡在路边，他还说你要穿鞋，请在左边，不要挡住大家。一样啊，其实状况跟早上是一样的，那边更高了。嘿呀、啊，我因为有心理准备，你看我急急忙忙的降低阻力，冲到这个高度。好啦，可以啦，这样子是可以滑过。变凉了，是不是太阳变小？我的外套根本就没太阳。声音啊，缆车停了，吓人哦，声音好吓人哦，开始启动的声音有点吓人，嘣，嘿，好了，就去那边啦，然后还要一路练吗？你还要想要试试高边滑行吗？但我不能理解。也是钢鞭啊，只有用左脚在滑。啊？下面有个大断层，所以它不能开。你是说它有个洞是吗？这样。你要我帮你录吗？录滑行影片，还是下午再录就好了。好，先滑一次吧，反正就要去吃饭了。要去吃饭。如果不吃饭的话，你要再滑一次，你要滑左边还是右边？应该滑左边哦，这边对你来讲推太远了。好啊。没生意，我本来跟你讲说，进来有个小木屋，结果没开。好的，走吧。好的。速度太慢了。再滑一次吗？当然要滑左边啊，右边觉得不大行。
且这种湿雪啊，只用钢鞭滑，反而速度还可以很快。你看，你就是用单脚滑。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先看我，站右脚，用内侧滑；站左脚，用内侧滑。我在看，你要切过去对不对？ OK， 直直走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有一点，有。把板子朝更前面一点会更好，板子朝正前面一点会更好。单脚是对，但是你一站的瞬间，你就是用刹车形态。你站单脚的那个重心是对的，所以你站那只脚，接着板子是几乎跟你前进方向是一样的，就是了，就会越来越快。所以这是能够拿来干嘛？就是失血生成法，就是在失血的雪面上，速度不会还可以不太慢的一个方法。跳一下，不要。那我会不会摔倒？Depends on 你带多少速度进去。但是我往前。Depends on 多少速度进去。我在就摔屁股那种，摔倒。应该起跳的时候头往前顶，然后着地的时候刚好就着地。跳一下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那你帮我录啊。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是可以啊。这样不行我们今天会走哪个路线？我们会走这边上的话，会走这个路啊。所以你下来还是这个路，其实树的左边的这个路，我们就是从这里来的、啊。所以这边你看到有线尾的地方，就从这个开洞的地方进来，就是 park 的入口。那你要我录最后一个吗？还是你第一个就错死了？对啊，你要录哪？我可能就会走掉，就我就会晃走，就不会滑第二。所以我要先停在第一个吗？对，先停。那我停在这一个位置。那我刚过我就停车吗？如果我要滑第二个，我就要停车，你继续。你过了之后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就你那个照着的那个速度，你能决定的只有说继续跟绕跑，你就不要想办法停下来了。对啊，反正我也只能录到第一个啊，没办法追上去。那你要是下来就根本没什么心有余力，你还可以停在刹车在旁边的话，那你就停下来，我去第三个再帮你录。第二个吗？来第三个，就最后一个的意思。只有两个而已。只有两个，我以为有三个。对，可以。他什么东西两个都掉了？是手套吗？有大手吗？不知道。他头上的东西吧？对，头顶的眼镜加帽子。头往前，很久没跳了，要头往前。起跳前跟后都是头往前。你都不想要往上看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看我。不过刚看到人家摔倒了，就有一点点可怕。
这边是露营组，也是在教学嘛。其实就觉得越走山路难吃，你就这样走。这样这样。你吃这种那很难吃啊。那不叫很难吃，应该叫很不丰盛。不错啊。真正的难吃是。是有谷类，该吃豆浆可以吃的。有。对，怎么讲？而且它优格旁边也摆了谷类，其实就是拿两三个优格倒到碗里，再把谷类撒在上面，就啪啪啪。我要吃豆浆配谷类啊。也可以啊，那豆浆难喝。那刚刚我说了，我有点说味道没什么味道，怪怪的。应该是它的味道，不知道它添加了什么很神奇的味道，不像是豆浆的味道。其实我还是不是很能理解。理解什么？就是什么是方便滑。那你最起码知道侧沙滑是什么意思。而且我已经也教会你侧沙滑了吧？对啊。你这个是鼓起来的感觉。所以整体来讲，今天不冷。这种雪质我觉得好像跟当初盘溪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没有盘溪更长。更湿哈。盘溪更长。好像雾的范围变大了。可怕是，我记得它的联络道超窄。那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控制力只有到那个程度。是吗？地面上好像都点点。一点点，我觉得是昨天的水干的水质。你看雾变大了。那是我说，现在它好像对着我们飘过来了吧？嗯，搞不清。为什么那里会这样一团很难扣？就不知道啊。你看这树很怪，还是不是人家的鸟窝？哦，你说那一撮、哦？对对对，你就觉得那一撮很不自然的，很浓密。是鸟的节奏。对对对，有可能哦。但是你那也不是太稀疏了。那里有一撮，那里有一撮。感觉太稀疏了，蛋会掉出来，不觉得吗？会掉出。对啊，那么稀疏是怎么窝啊？那就下去餐厅喽、哦，那就要下就去餐厅喽、哦。下去，你是要帮我拍影片吗？哦，好，那就到那个白衣服那个地方开始。为什么那么远？不是、啊，只录下半部，你要录这边吗？不是的，我说不算是拍跳跳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那就是下面那个线的地方出口离开。
ございます。初めてにしては上出来ですか先生。像什么？没有啊。你自己听声音不是叉叉叉吗？但是我尽量没有转板子，就是踩在哪一边，这样不是啊？不过没关系啦，应该只可能就是尽量有像的这样。哪有你这样的？我先下啊，你要在石大藤那边等。你这里没速度了啦，回不去了。你那个连飞都飞不过去，不要吐回去了，滑走了。它翘起来啊。是哪里呀、啊？是。你这有东西吃的是吗？怎么看起来都没有？是要爬楼梯上去呢，还是怎样？我现在在想说，两个尖屋顶是尖屋左边的尖屋顶，还是右边的尖屋顶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会长得很日常吗？没有。我看到左边的自动门开了，我先猜左边，还是那是票务中心？他你那边看不出来的啊，你只看到他那里画个咖啡而已。哎呀，你还没有死？对啊，我猜是大的那边吗？万一错了？好像有人进去啊。哎呀，但是你也无法确定他是票务还是那个偏左边吗？好吧，不，先不下，我先横着滑看看。我看一下，好，左边。你说什么？啊？对啊。所以我没有在管啊，而且可能是二楼还是怎样，那边围起来了，所以只有左边他围起来了。餐厅是二楼吧？
要 parking 吗？而且看到他门口就贴着买十券，请先买十券，里面的